公主，您听说了吗？沈大人竟然在小秦宫和那个穆卓怀私会。他心中何曾有过我，又怎会在意那些风月妖言？王爷，王爷，本王很忙，没有功夫关心您的流言。穆先生所言极是，当年你们便是打了场败仗，北凉才以此为借口讨价还价。殿下们，快出手，别打了！你假意出去找定王。你就是穆卓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灼灼风流。